把它养大了就把它放了。它就是想飞一下。它想出去啊。那你把它放那儿，再给我买一只，给你买一只宠物鸟，或者说给你买一只宠物小松鼠，小老鼠。你不喜欢那小老鼠吗？我要小老鼠，我要买一只。对，我们可以带你去宠物市场看一眼，你有什么喜欢的，买回家养的。对啊，你现在放出去，我怀疑它会死哎。死那就不用不用放这，放笼子上。啊，不会死。它会飞的，其实。看。那真的，那个真的是它的妈妈。是他妈呢？他妈能找到他呀？太厉害了！你从哪逮的？大山。大山他能找到这儿？哎呀，他喜欢你的肚子哎。放进去吧，那是小心的，小心的飞了。你帮我拿开一下那个门呗，这个你的好难抓。嗯。他不让你抓。有你什么？